So I have these two root gurus, and as they are my root gurus, you should also see them as your root gurus. In general, you should cultivate faith in all the gurus and pure view towards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in that way, you accomplish simultaneously the Pratimoksha, Bodhisattva, and Vajrayana vehicle. So with this, I extend the warm Dashi Delek. The teaching is not ended, please stay calm.我们很高兴这一次很多老朋友来，这个来到我们这个中心，我们的相聚是很珍贵的。尤其我们在这一次能够举办皈依戒以及菩萨戒，在这一次教法之后，我们都可以说是僧团的一份子。这有这一个这样子的中心是非常好的事，即使在一个中心只有四个人在共修，他们的力量也可以利益非常多的众生的。在我们的祈愿文的这个法本里面有讲到，就说愿一切如母众生俱乐极乐因，愿一切如母众生离苦集苦因。那怎么样让他们能够俱乐极乐因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爱。 如果说一个人有爱，纯真的爱的话，那么在此生、在中阴、在未来世都能够享受到快乐。可是相对的，如果说一个人执着于我自己，有我执很强的话，这是苦的、痛苦的原因。所以，即在一个中心，即使有四个人在念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个祈祷文的话，能够利益许许多多的众生，甚至只有一个人念都可以利益许许多多的众生。 在过去、无量过去、现在、未来佛的法教都是如此。在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教法都是如此，因为爱可以利益到许许多的众生，不管这些社会上有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宗教。 可能有些人到不同的中心去，这都是对大众有很大的利益，无上的可以做无上的供养，也可以为众生尽许许多多的罪。所以我在这边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个中心，有这么样一个中心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也能够带来许许多多的功德美德，在这一世在未来世都可以造成很多的善业的。 有这样子的中心，就好像瞎子有的一个眼睛，聋子可以听到的一样，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来护持这个中心。我从1981年开始，我就推广这个见解脱这个咒，这个是我这一辈子的佛行事业很主要的佛行事业。在第一个水瀑经里面有讲到，就说见到这个咒语呢。 都能够净化我们多劫的罪，带给我们很多的利益。不管你是看到这个咒语，或者是带着这个咒语呢，在暂时短暂的时间内，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往生善道。终究而言，你可能获得终究的解脱，而得证悟。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三宝，支持一个中心。 这个法，我们讲佛法僧的法呢，指的就是爱。佛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有这种觉知、觉照能力的人。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根本上师，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他是传授我菩萨戒的上师；另外一个上师就是直贡法王却赞仁波切，他是传授我大手印的上师。我对他们有无比的虔诚的。 信心跟感谢，我想，不论是什么样的上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对具德的上师能够有信心。如此一来，你有了对上师有无比的信心，你同时能够成就声闻缘觉圣、菩萨圣以及金刚圣的所有教授。 今年我们很高兴的在夏天的时候，车站仁波切会再度来到美国。
我们为此已经祈请了很久了。我们希望说大家有机会今年车站仁波切来到美国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能够见到他。在此我非常感谢诸位，也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Rinpoche's schedule is about hour and a half behind, so we... Okay. If you want to order Kata, please do it very quick, because he is like hour and a half behind his schedul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Rinpoche 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他的行程，如果你们要线Kata，请线上就赶快离开，谢谢你们。